曾经和李玉芬、宋明琴组成女团 Dream Girls 的郭雪芙，近年把重心转往戏剧发展。日前，她罕见抛出一段性感热舞影片，挑战韩国爆红女团 New Jeans 的歌曲《High Boy》。只见郭雪芙穿着紧身运动衣，随着音乐性感扭动，大展舞蹈实力，凹凸有致的身材一览无遗，让粉丝看完直呼要喷鼻血了。上传短短一天就吸引超过400,000观看，大家也纷纷到底下留言敲碗完整版，期待女神可以释出更多火辣辣的舞蹈影片，让大家一饱眼福啦。